我朋友刚刚来找我说，他昨天开车回来的时候，那有看到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，那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哦，他是开车回来在路上看到的。对，在开车的途中。他有没有说他吓了一跳？哦，他当时有惊吓了。惊吓。朋友们 po 上我们的这个 FB 之后呢，已经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关注。那可能这段时间这个在家疫情太无聊了，所以老天爷给我们很多很多精彩的这个节目给我们看。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，还是随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东海岸的即时影像，一定可以看到你所想象不到的一个精彩的一个镜头。